宙中可能存在着另外一个世界，传说中的天堂。这里漂浮着人类的灵魂。地球上很多人想来这个地方，在这里做他们没有做完的事，见他们想见的人。你猜发没发呀？已经在路上了，这可是我亲自开车给你送的啊。真的？给你发手机壳你收到了吗？限量版的。喂喂喂喂，喂喂，这没信号，再说吧。我的货，
停留着一辆货运汽车，周围散落的物品应该就是运送的货物。李警官，请和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好的，这个事故的车辆呢，并没有遭受到明显的刮痕和撞击的痕迹，司机呢也没有明显的外伤，所以呢，基本上可以认定。姐，车辆给咱们送货那个快递公司叫什么？万宝。就现场的情况来看，出事的货车运送的是一批皮具产品。姐，你赶紧过来看看。而在现场可以闻到强烈的烧焦的味道。你说你正好驾车经过陨石坠落的地方，当时的情况是怎么样的？你能跟大家说一下吗？那个火球把车砸飞了，然后我也给弹出来了。那我爬起来，我发现那个车前面被那个陨石给砸了一个挺大的洞，还砸我头上，然后给流了很多血，你这挺多的。后来我给晕过去了。可是我看不见你身上有任何的伤口啊。那就是头这儿，这儿。哎，就这里都是血，你知道吗？反正挺多的。那得花多少钱呢？保险都没买呀。吓傻了，花什么钱？没事啊，放心吧。老板，对不起啊。你告诉哥，你编故事的功夫跟谁学的？我都相信了。不是，我说那都是真事儿。你再说，啊，你再编。你的苦心我知道了，为了公司，天灾人祸，公司免责。不说啥了，赶紧收拾东西，咱俩回家。不是，咱这就回去。那搁这花这钱干啥呀？喂。事故可都上电视了，王老板。你们公司打算怎么赔偿我的损失啊？我告诉你，那个，喂，你大点声，信号不好啊。喂，装什么装啊？谁呀？嗯，我奶。你奶不是死好几年了吗？我姨奶，就奶多，赔偿的事你自己处理啊。唐立国。咱俩网上合作也快3年了吧？你说第一次见面就这种局面，我小本经营经不住这损失。行，你说吧。赔呗，买家不收货，退也退不了。这种事儿我们公司会处理的，我今天按流程走。流什么程啊？单子是不是你接的？我告诉你，你们公司要是不赔我，信不信我天天上你们公司门口上班去？我吃你们的，我喝你们的，我让媒体曝光你们万宝，还不接我电话？揽活的时候亲的，嘴甜着呢，出事了就找不着影。哎，电脑是我的吗？不是你的，是谁的呀？他被云氏砸过来动呢。我云你妹呀！不是你怎么不说你让外界人劫持了呢？都打不开机了。你能别打岔吗？哎，给拿去修修。唐立国，说怎么办？你先别着急，那个，要不你把那个发货单的第3联给我，我帮你把保险金要回来，行吗？行，我再信你一次。这个是我理赔的唯一凭证，别给我弄丢了。你不会是忽悠我呢吧？骗完单子回头死不承认。好，这可是我全部家当，密码是我女儿生日，你知道。我抵押给你行吗？行。大爷的，这女人一点也不吃亏。哎，你没事吧？哦，没事，我上厕所呢。电脑给你修好了，你干嘛呢？捞什么呢？你那个发货单掉马桶里了，对不起啊，一不小心。有你这样不小心的吗？哎，别打了，别好好说。哎，张秘书，那个发货单的第3联还能补办吗？
你在哪？你信号咋这么差呢？喂，您这是办证的吗？啊，你们这是不是真的什么证件都能办？那我办一个快递公司发货单的第三联。办了就办不了，骂什么人呢？这是。这咋那洞怎么不见了？跑哪去了？哎呀，故地重游啊！冤家不聚头，我今天是来叙旧的。我现在做的就是比你好，你不能怪我。现在流行抱团取暖，怎么样？来我的怀里取取暖吧。还是那么倔。哎呀，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没事，也就五六十万。回头把发票给易老板送去。哟，老王还是有钱啊！哎呀，这是宝贝。哇，哎，这个请拿，请放。明朝的啊，厉害啊！听说你借了高利贷了，1500万，胆够肥的啊！哎呀，到处去借钱，你怎么不找我呀？咱们这点交情还是有的呀。我来帮你擦屁股，我不嫌臭。你的债务和这些花瓶我全收了，咱们以前那叫恶性竞争，没什么意思。我可是以大哥你为榜样起家的，起步虽晚，但是我进步快呀。不好意思。哼，谢谢，我不差钱儿，随便添。扯，接着扯。裤衩都输没了，对不起，这次我是故意的。你他妈有钱呢你啊！去！哎，你哥，那个外面的车是不是你的车？不好意思啊，我也是故意的，失手了。你这脑袋真有病！哎呦我去！老王，看来咱俩合是没戏了，那就势不两立了。我当年怎么创业你不是不清楚，我蹬三轮车送货都比你快，你还跟我嘚瑟啥呀？嗯，没钱你也任性啊。欢迎下次光临。你看看咱的人都跟一哥跑了，蓄谋已久啊。一果你说怎么办吧？这是前两天出车祸那个赔偿单，刚跟人家办了吧？愿意办你办吧，我没钱呢。刚才不是还跟人家开支票了吗？我给你开10000张，你随便填啊。哟，喝着呢。你怎么知道我家住这儿？我给你们家填了快3年的快递单子，你们家住哪儿我到时候都能写好吗？怎么有事儿？卡还你，钱我取走了啊。我有短信提示，谢谢你啊，还给我留了5块。哎，我刚还你卡就撵我走啊？你不是说你那快递单子找着了吗？我想拿回来。第一次登门有什么好招待的呀？哎，你闺女呢？
哎呦，你这住的是公司的库房吧？哎，嫂子呢？我可不想跟你制造矛盾啊。没矛盾，咱离了。你说你这演的可真像。哎，行行行，你爱怎么想怎么想。我给你闺女买了条小裙子，估摸着差不多吧。怎么样？请身百万个厘米多尺。爸，你没什么事儿吧？莫名其妙，念什么经啊？吃西瓜吗？对不起啊，门开着了。孩子已经去世三年了，车祸。你要真那么喜欢孩子，那再找个女人给你生一个。病？你说什么？说你有病。我不算你朋友，我也算你孩子阿姨吧？怎么了？都三年了，这事儿你就没想起来告诉我一声吗？就你这人真挺操蛋的。嗯，我也觉得我挺操蛋的。这手机壳啊，就是我女儿送给我的，她就在你的网店里买的。这是她第一次给我挑礼物，也是唯一的一次。原本我是挺想告诉你的，可是我突然觉得，就是世界上还有人觉得他还活着。大家经常劝我说，时间像块抹布，再痛苦再难过的事都会被时间抹去，可是我怎么就不行呢？心痛就像淹过头顶的江水，让你窒息，难以忍受。老板说我得了心病，老婆忍受不了我也走了。有时候我都想我也去死算了，家里没有女儿，生我还有什么意思？混吧。真的假的？
怎么回事啊？老是弄得这半夜三更的，大家都睡不了觉，非要打电话，大家得多人呢，不是你们家。放下。哎，你什么东西？我是河外星系四五二 B 星球探测者。二 B 星球，陨石与和你有关系吧？还有这车，是不是你变出来的？入乡随俗，礼尚往来，雪中送炭，见面礼。我可没说跟你要见面礼啊！你别在这贿赂我啊！系统显示，吃人嘴软，拿人手短。你少来任我瞎逼逼啊！哎，你跑地球上干嘛呢？观察外星生物。用你们的话说，你就是我的小白鼠。小白鼠？对，你是我的小羊小白鼠，代号 SB。你那儿有这么大的小白鼠？我跟你说啊，少在这喊衬我。我们人类啊可是高级的。不一定哦。啥意思？你就是遗传型的啦，生活工作一套。和你意外相遇，我也很无奈，希望你能配合。我蠢，你的能耐是什么？我能保护 SB 的安全。你知道这是什么吗？小拍。出害的。我拍死你个么么哒！拍死你需要设置程序。设置什么程序？球。我看你长得像个球。球。球什么球？球什么球？请求。对，请求我。大爷的！大爷的！程序设置完毕，你现在状态不适合交流。哎，别跑！哎，你把这车给我变回去吧，要不然你给我放到楼下。说这电脑里会不会藏什么东西？比如这么大一个瘤。我看你脑子里才有个瘤呢。没跟你开玩笑，我说这个电脑屏幕它能成一个无底洞。这不是西游记吗？不是那个无底洞，我是说它能变出东西。这不还是西游记吗？我说它能变个车，你信吗？信。真信？你不是被陨石砸过脑袋吗？你说什么我都信。信什么呢？你来干什么呀？那个咨询的是电脑问题，他不是专家吗？又坏了？电脑没坏，神脑。哎，你们先忙，我先走了。哎，我送你。昨天的事对不起啊。没事儿。其实我也挺抱歉的，我真是早应该告诉你。不过你这人吧，也确实有毛病。你说你遇见什么事儿吧，非给自己找一大堆理由。你疲劳驾驶你就疲劳驾驶，你非赖人陨石雨。还有你闺女那事儿我也查了，明明就是你自己监护不当，导致你女儿死于车祸。你前妻把你告上了法院，法院判了你一年的监外执行，是吧？你那个法庭陈述我也看了。你说你反复跟人家掰扯你那什么五分钟的事儿，你说你矫情什么呀？我跟你说，你要不那么矫情，人法院没准都不判你。真是为人父母，哪怕你一分钟没看好孩子，那都是你的责任，千万别找吧。我很爱我的孩子，我觉得我没有错，谢谢你操心了。那你说这是谁的错啊？这是跟你有关系吗？我这人有事说事儿。遇见什么事多找找自己的原因，不是什么坏事儿。你有孩子吗？没孩子就别给我上课，没资格。
跟你聊两句还需要资格是吗？行，我告诉你，我刚有这资格两个月。看清楚了吗？我有孩子，我现在正犹豫要不要他呢，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担心我一个人带不好他。那你快去找孩子他爹啊！你上来找我干嘛？我就是屌丝。你自己带孩子跑快递，你想不找你老婆吗？管子在菩萨。去去去，找媒人爹念去，念舒服了，念高兴了，出来咱们接着聊。唐立果，你是不是觉得自己特受委屈？不委屈你，陨石砸你就是报应。我倒希望那是报应，但是我想不明白。自己看。干什么你？有什么呀？不就装置艺术吗？吓唬谁呢？我见多了。你看清楚了，这可是真车，这可是四楼，你就不问这车是怎么来的？屋里停了辆车能证明什么呀？能证明什么呀？啊！还不信是不是？出来！出来！我是给他解释不清楚啊！你自己干啥？你自己跟他说。跟谁说话呢？么么哒。什么么么哒？哪儿呢？他就在里边藏着呢。要不咱们去医院吧？我一会儿就让人杀眼。走。傻了吧？我看你信不信。这不是跟你开玩笑呀。外星人送给我的见面礼。你，你干嘛？我也要见面礼。我那是无意中变出来的，你别乱搞。哎，看这商铺怎么样？我急等着钱用，就是因为他，结果被你坑了，定金也没了。要是他有那么大本事，没准他能给我变出来。行行了，你别胡来啊！你说他万一真给你变出来了？你有钱交税吗？按哪个键？知道。你大爷的！躲这儿干啥呢你？什么叫躲这儿啊？我躲这儿不等你呢吗？有事儿？没啥事儿。恭喜你升了董事长兼总经理。开什么玩笑，这我哪管得了。很严肃的事情啊，慢慢来，我相信你的实力。这要出远门吗？不太远，找一个大庙内观两天。哎呀，你们，这里是停车场，不是高尔夫球场。威廉，这么巧，威廉。关门来找你的。我靠！你干啥呀？王总，下来聊会儿呗。怎么回事？你得罪谁了？你听鬼啊你啊！嗯。你欠我这1500万什么时候还？这两天我就还了。你说我这么大公司在这儿呢，下来吧。别那么说话呀！你先把给我下！给我下！哎呀，哎呀，你搅和他！下来呀！有事说事儿呗。高利贷了，我不借高利贷公司怎么活呀？嗯，我本想借点高利贷用用期，公司好了呢我再填上，没成想啊他就没好。
李国呀，公司靠就是咱们李国，我拿你当哥们了，你拿我当哥们了吗？你这一蹶不振就三年，这三年里公司好过没啊？不是我怨你，女儿死了谁都难受，人死不能复生，你得回来呀，你这啥时候是个头啊？你别拿我女儿说事啊，有能耐你把我开了，你要开不早开了吗？我等到现在吗？这回好，公司黄了，你高兴了。真敢要，这可不行啊！喜欢啊，特别喜欢，真的。谢谢你老公。什么？配合点。这肚子也不刮你。什么？看你今天穿的什么呀？别吃垃圾食品。那男的是不是还在他爹？这种男人啊，丢了也不可惜啊，不值得，真的。不用你安慰我，我会哭。嗯，那就好。我过来是说咱俩的事儿啊，这一码归一码。这个店铺啊，来路不明，我觉得咱不能要。这店是我的，我要定了。还讲理吗你？那这店都是用我的电脑整出来，那要是出事那还得我来扛。我告诉你，谁要是来找你，你告诉他来找我。真是的，你也算是个男人，看什么看？你这人怎么这么贪心呢？你做事想过后果吗？我没想后果。我怀了他孩子，我要过他一分钱吗？我贪心吗？这不是钱不钱的事儿，我不是这个意思啊，你知道吗？你什么意思？你就是这意思。我告诉你，唐立国，这个店现在开始就是我的，听清楚了吗？老板，还搬吗？搬！哎，先等会儿啊，你先滚！我出来。你故意给我找事儿是不是啊？啊！我告诉你，这是中国，什么都得讲规矩。你说你弄出这个车房子哪来的？我告诉你啊，这叫巨额财产来路不明，是要坐牢的。样本儿，我要是坐牢，你也跑不了。出来！你要真有能耐，你把有人变出来，你告诉我那五分钟到底发生了什么？藏！要挺藏啊！大爷的！你大爷的！你大爷的！你死牛！你大爷的！我看你送我车的份上啊，我给你留点面子。咱俩出来，咱俩就好好聊聊。走走走走。我不会坐。那你就在这飘着吧。你说你屋里给我放这个东西，你说让我给放松怎么解释？工作原理，组成物质的最小分子，拆解、输送、还原。我都听不明白，放到那儿他能听得懂吗？行了行，你别扯了，你赶紧，这个车是怎么变回来的？你还怎么跟他变回去啊？还有那个田径那个店铺，麻烦你赶快跟人家还回去。你要是答应了，我们还接着处。处处是什么意思呀？听不明白是吧？处你妹吧，处，看我怎么处理。你以为你飞着我就够不着你？处理，你无权处理，也不许讨价还价。SB， 你牙才是 SB。你要挑战我们，
你不是怕水吗？赶紧的，乖乖的走人。你会后悔的。系统显示你的脑部神经开始错乱。这你再找啊。楼上的有点公德心没有？唐立博，是你吧？啊，你个电我，这是你教我的呀。电弧可以除害，也可以治疗你的情绪暴躁。乱泼脏水，遭人唾弃。啊！一触即发，要很凌乱。停停，别电了啊、哦！到此为止，咱到此为止，别再电了啊、哦！呀呀呀！我告诉你，我会武功。我知道，少林少林。呀！我。神心脑，隔空点穴，我点，怎么样？还是人类聪明吧？雕虫小技。你要是乖乖的，我就带你出去玩。玩？我们地球漂亮吧？你看这山，这叫喀斯特地貌。你看这水多清澈啊！我和女儿最喜欢来这个地方了。只要发现我，停在这水槽上，哎，放在这盆里，扔进河里。哎，那个愿望就实现了。谋杀，谋杀！我知道你怕水，你放心，这玩意儿是密封的啊，绝对进不了水。你相信我，弄死你了！凶手，凶手！哎，你别怪我不配合你，我提着毒饼加脑残，就算你观察完了，数据也不准确。你还是换一只小白鼠吧，找一个人类的精英，马云、刘德华、姚明。这家伙那都特别有代表性。爱你。我也爱你，别舍不得啊，么么哒。嗯，哎，走你，走你，走你，就是要走你。并不是我不爱你，走你，走你。人不散，你怎么又回来了？数据收集未完成，样本不得擅自离开。你这是不守承诺，你是骗子。我什么时候承诺过了？电上瘾了是不是？有本事你再电一个。哇，你这个骗子还说带我出来玩。哇，There's nothing to it. Pick yourself up and move on. Oh, and just keep on smiling. Cause you are here and you are something else. Go and keep on smiling. When the world's saying no, you just say yes. Every single breath.淡定，死海中没有这个词。你是公的还是母的？你不会是无性繁殖吧？那你活得多没劲啊！没劲？你是指什么没劲啊？不懂。不懂你可以问我啊，我可以告诉你啊。你知道屌丝是什么意思吗？屌丝是一种比喻啊，比喻你懂吗？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哟，知道还不少嘛。屌丝成功了吗？我就是屌丝，我觉得你也是个屌丝。啊，你才是屌丝 SB。 哎，你要敢于自嘲，你说你要不是个屌丝，干嘛要替别人跑腿啊？你还和我星星呢，多他妈老远啊。我是河外星系四五二 B 星球探测者，么么哒。你就是那个什么二 B 星球派来的一个屌丝探测器。哦，我们接上。我没有屌丝，强制登上。公正，是你。拜你。田静，我够朋友吧？犯上别人家谁理你？就你这臭脾气，你个单亲妈妈也不容易。检查这事儿，以后你找我就对了。走啊，在这边呢。那是做人流的。靠！我说你能不能消停一会儿？我怎么不消停了？哎，我说你们这女人现在是怎么了？爽的时候不管不顾，现在说不要就不要。怎么说那也是条命啊。谁爽的时候不管不顾了？我问你，怎么这话从你嘴里说出来好像跟你们男的没什么关系似的呀？行，这事儿我犯不着跟你抬杠，就你这样还跟我说再生一个，谁敢？钱都生了回头就给打了。人家给你生了，你他妈倒是好好养啊。生都不敢生，你给我贪什么养？我敢生，你们敢养吗？我敢。小孩子想疯了吧？这些都是你做的。数据反映，你体内血清素和多巴胺含量降低，颅内压力增高，心跳频率加快。这是什么意思？你情绪低落。没有，我现在心情特别好。谢谢你。
得罪了谁又知道疼了，知道疼了就整点记性，记得准时还钱。我嘴张大，别动，别动。喝酒我陪你，咱换个地方撸个串。你说你一个人在这儿喝多没劲。我现在还能撸啥串啊，说话都他妈跑分，就掉了几颗牙嘛，是牙的事儿吗？兄弟面子没了，下来下来快。小心别掉下去。没事，李国呀，我现在的心情跟你三年前是一模一样。咱俩都丢了心爱的东西呀、啊！哎，你跟哥说说你是怎么挺过来的？多念念经，这不是还是你教我的吗？管用？管用个屁！管用！我借了高利贷，晚节不复了，没了，啥都没了。你说你这人怎么这么拧啊你？你非想让我看你从楼上跳下去是吗？回避，扣已经上来了。哎，要死咱俩一块死，来我陪你，我陪你。来，来别不好意思，给我下来，松开。你不用救我，你放开我，在阴间能看着咱们闺女，你有啥话我跟你带话。快点的，别闹了，你给我下来，磨叽的，赶紧让我快来帮忙啊！不去帮忙，能卖少我管你。我后悔了，救我！哇，中国好基友，日夜好难咋办到的？你跟我说，你是不是孙悟空派来的救兵啊？不可能啊，跟做梦一样，就从这么高往下。兄弟，你什么呢？啊？这什么呢？哎哎！系统显示你掉了两颗牙。你看我干啥呀？什么玩意儿？这是啊，兄弟。看你那怂样，这你的救命恩人，我呢？哎呦我的天哪！啥也别说了。老值钱了！你看什么？看什么玩意儿？这是这个？你看什么？看你看我干啥呀？什么玩意儿？这是这个？兄弟，你好，欢迎光临，这次带您一起随意挑选。谢谢啊。好，谢谢。最近有很多邪乎事都让我给碰上了。烦，想找你聊聊天。
好事儿啊，终于学会倾诉了。从哪开始啊？刚做完手术，别抽烟，这样对你身体不好啊。我快失业了。哎，可能你说的对，我这人啊，真的是有很多毛病。先走吧，你们。好，那我们先走了。走了，拜拜。拜拜。店不错嘛，挺好的，这还。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别想了。你就是我的福星。女人嘛，不就是想找一靠谱的吗？在医院那天我就知道了。真的，反正你这个人啊，没有家你就心慌。哎，你这话说的靠谱。你要真那么喜欢孩子，绝不再找一女的再给你生一个呀。那孩子留下就好了。想得美。哎，帅哥搂着美女，是不是能拔份儿了？我感觉我长高了。身高是硬伤。哎，刚才我还够不见你呢。哎，没事啊。我鞋呢？探出相见，把衣服扔哪去了？那么彪形，你不需要衣服。牛逼！啊！什么时候？你把衣服给我拿过来！你注意看啊，现在这个小球是漂浮在空中的，看着没？这个东西啊，你劈是劈不出这个小膜的，这货是从外星来的。咱搞一个拍卖会，高科技拍卖会呀、啊，这玩意儿比古董值钱，一定会卖好价钱。到时候咱的事儿就了了。那个，别发朋友圈啊。这个宝贝在我朋友家，你感兴趣，咱俩做一笔交易，把公司还我就行。给我俩手指头。你动我手指头没用，动我手指头不当钱。哎，你再考虑考虑。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啊。大哥。你俩给我下的套，我他妈跟你拼了！我是来救你的。这个东西我喜欢，我们来做个交易吧，用它来保你的命，公平吧？啊？有么么哒，未必是件好事。他的宫里你又不是没领教过，你说他万一要给我闯出个祸来？给我们的国家、民族造成巨大的损失怎么办？这事你想过吗？
干什么呀？放开！你疯了是不是？你怎么就知道死人？神经病啊！唐立国，你是我亲爹，你让我死了行吗？你昨天不是答应我不死了吗？我答应你不跳楼，没答应你不上吊。你明明能救公子，你咋见死不救呢？谁说我不救了？你说让我怎么救？宝贝儿带来吗？当然了，把它给我，我跟一哥谈好了，把它做笔交易。你这不是坑爹吗？你，刚才不是不给你这？哎哎，死吧！哎，唐立国，你能不能下来说呀？哎，我就死了！不管，唐立国。真他妈服你了，我怎么用？把它放水里。哦，扔水里。哎，你怎么说扔就扔呢？嗯，然后呢？还然后呢？他怕水，扔水里会出事的。宝贝儿呢？我哪知道啊？嗯。么么哒，么么哒呀！真坑人呢，这有个三长两短可怎么办呢？还不都是因为你，我就知道他会惹事儿，我控制不了他，你还拿他给一哥做交易，毁了他算了。毁了，你舍得吗？我就不信你没有私心。我有私心，我曾经想过我让他把我女儿变回来。火化那天咱们俩一起去的，可能吗？哪怕他告诉我那五分钟，要他妈那五分钟。说一百遍了，我就烦透你了，你赶紧回到现实吧，行不行啊？你让他试试吧，不行他就死心了。哎，你这儿怎么拆了？我女儿，她就在这儿出的车祸。那时候，这边有一条双向两车道。当天下午，我是来送快递的。我女儿，她在车里等我。我是怕她觉得无聊，我就把手机给她玩了。后来。我从楼上下来的时候，他就躺在那儿了。就五分钟，就五分钟。你说这孩子怎么这么倒霉啊？兄弟啊，五分钟过去了，男子汉，大哥。
了样。看，那个就是我的车，是吗？等我一会儿啊。锁着呢，胆儿得多大，这五分钟肯定有事儿。瞅着这么面熟呢，快把你手机借我用一下。打给谁啊？我女儿。一哥马仔。别过去啊！听爸爸话，别过去啊！
爸，以后不能这样。我可以偶尔陪你加班，但是时间不能那么长。果果，你别告诉妈妈啊，爸带你去吃好吃的啊。不，赶快帮我找个厕所。为人父母，哪怕你一分钟没看好孩子，那都是你的责任。说的对，为人父母，一分钟没看好孩子，那都是我的责任。再来一次，不要幻觉。幻觉和真的不一样吗？当然不一样。所以你回忆之后悔吗？你没后悔过？那是什么感觉？就是为了见到女儿，能再抱抱她，就算让我死我都愿意。哇，人类感情好复杂，还以为你头脑简单比较好研究呢。我抽你。喂，你老板和你女朋友都在我这儿。你想干什么？我不想干嘛，你们公司已经是我的了，带上你的么么哒，咱们聊聊。喂，你很难请啊！唐立国，你砸了我的车，我不会记恨。我不是小气的人，但是那个小东西你要给我，因为那是公司的财产。我听说你是在上班的路上得到它的。车都坏了，公司的损失很大啊。这事跟田静有什么关系啊？当然有关系啊，女朋友加好兄弟才够分量交换你的么么哒。拿出来吧。这东西我可以给你，不过我提醒你一句，福也是他，祸也是他，你好自为之吧。咱们走。都给了，你说那么多干什么呀？你又不是没有领教过他的厉害，做什么事你不考虑后果？替他们考虑什么？唐立国，这东西怎么玩啊？你也教教我呗。我不会玩，你自己慢慢玩吧。走什么？别碰我！妈呀，完了！干什么呀你们？你把他扔水里，他就听你的了。嗯，给你个机会。哎，哎，不用，马上就
给我死人呢！如果是我的话，你会救吗？不要想死。真毒啊！死的差点是我。别打女人，来打我，来来。你们的表演结束了，到我了。还砸我头上，然后给流了很多血。可是我没看到你身上有任何的伤口啊。真事儿，就砸，就好多血，就这，就这。好了，谢谢你，唐先生。真的，这是我。你说的都是真的。当时全国人民都不相信你，但是我相信你。答案只有一个。血，我的血，500毫升，我得吃多少无忌白凤丸才能补回来？昨天我想了一晚上，就是因为血，他才听你的。老王，你公司归我了，是你活该，你没我聪明。唐立国，你说他会不会更喜欢我的血？人生不就是赌吗？他现在听我的了，你们没用。坐着。义兄，这是咱俩的恩怨，要咱俩得好好商量商量。有什么事你冲我来，给他们俩没有任何关系。他们都是打酱油的。谁打酱油的？谁不是打酱油的？我也是打酱油的，大家都是打酱油的。一个一个来。女士优先。是一个，放开我！啊，唐立
他怎么在长东西？什么？唐立国！Thank you.
你以为我怕你？谁输谁赢还不一定呢、啊，你们一个也跑不了。1500万，了了。哎，不要命了你？是你们唐立国。要是你，你现在就给我出来！我骗了你，孩子我留下了。你要是喜欢，你回来咱们一起把他养大，你看行吗？果果，爸爸想一想老了。我也想你。果果，爸爸不在，你孤单吗？这里没有孤单，我倒是怕爸爸孤单。爸爸想你了。没关系，爸爸。
世界上有很多事情是很难想得通的，但是有一件事我想明白了，过去了的永远不会回头，抓紧你身边的，千万别松手，因为情感才是人类唯一的依靠，我们太渺小了。兄弟，你醒醒，兄弟，你到底去哪儿了，兄弟啊？啊！快点给我找件衣服。找啥找？你光着吧你，还给你找衣服，多好看呢，光着。怎么样，我特意给你找了一个新家，这地方特安静，没人能够骚扰你啊。你大爷的，你觉得和我在一起有危险吗？你真的不需要我了吗？我有他就足够了。不一定。哎，其实你挺可怕的啊，把我变成那么吓人的魔兽啊。不对，是你太夸张了，不过系统最终测评，情感是人类最不可思议的武器啊。对对对，还是你们二 B 星人最聪明，对吧？啊，来吧，萌萌哒，你有话要跟我说吗？谢谢你给了我糖梨果。嗯，兄弟记着想我啊。真是有点。